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现在由于经济的发达和生活水平提高，我们手里边都会有几家银行的银行卡用来存储自己的资金，不同的银行也有不同的优惠，所以手里有时会闲置出某家银行的银行卡。这时如果长时间用不到，我们就有去销户的正确想法，但是到了银行这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。本以为和办卡是一样方便，拿着身份证填写几张表签上字就会销户成功，但是事实上银行窗口办理销户时需要查询的东西很多。首先看看你这张银行卡之前有没有办理过理财产品，绑定过哪些业务，因为有了这些绑定之后是不能为你办理销户的，这是有规定的。再就是你办理了销户，就代表你和这家银行之间少了一份联系，就是他们失去了一个客户。每年银行卡还会收取少额的管理费和年费，甚至还有短信提醒费用。一个人少部分费用对银行没太大影响，但是如果办理销户的人太多了，银行的利益就会损失很大。毕竟银行也是靠着这些活命的，不为你销户，你就还可能将钱存在这张银行卡里，银行就会拿着钱借出去赚取利息。这样看来，银行自然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客户，总是有各种规定让办理销户不成功。各位看官，你知道哪家银行办理手续最少吗？快来讨论一下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本视频素材来自网络，由碟子知识剪辑配音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并分享，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